届亚洲小姐冠军冯雪冰、亚军王佳敏、季军洪丽珠和友谊小姐陈思恩今天在中环出席颁奖典礼。对于参选后的生活，冯雪冰觉得变化不大，只是心情上对自己的要求较以前高，接下来工作方面要看公司安排，希望可以有更多机会，各方面的工作也都想尝试吸收经验。主持方面我觉得自己因为我原来大学的时候也有就是学英文播音主持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冯雪冰透露自己暂时会留在香港发展一段时间，自言一向独立的他表示只是有些压力，但是并不害怕，对于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从小比较独立，然后包括小时候就去北京上学，因为我是西安人嘛，小时候去北京上学，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出国工作，包括现在自己到香港来参加比赛，现在的工作也好，我从小都比较独立，家里人也比较支持我。